不好意思，有急事，先走了。我刚才已经说你是捕头了。于浩，他家里有急事，我很同情。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身份，你不光要为他负责，你还要对所有的投资人负责。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苏克兰妈妈并非。 于浩，是杨真告诉你我的航班信息吧？我现在真的没空，有什么事回头再说。你要是真的为了苏克兰好，你就停下来听我说两句。苏克兰妈妈病危，大家都很同情，但是李石的投资确实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及时处理黄了。如果你再不处理，他就真的造成了公司的损失。你让他以后怎么和你的合作伙伴相处，怎么和你相处？ 你现在去找苏可兰，她的妈妈病情也不会好转。但你现在立刻处理问题，或许还有补救的可能。可我跟李氏本来就不对付。不找他，找云腾。弗兰克和我私交很好的，我这次回来本来就是帮你们牵线。 我帮你，也是帮他。